今天母亲节呢，我再给你拍一个母亲节的特辑。哇，冲击快，可是你要懂得享用。不是来的。来啊！扫地，扫地，扫地，打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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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看到吗，今天这个特辑呢是有点不一样的，难得我今天我要做一些比较有点意义的东西啊。所以我们废话不要讲多，我们先邀请我们今天的主要嘉宾来，欢迎，来进来进来。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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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上我的节目。OK， 来自我介绍，林董的妈妈。OK， 今天母亲节呢，我再给你拍个母亲节的特辑啊。母亲节是昨天呢。一整天陪妈妈太忙了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昨天就庆祝，今天就跟你玩个游戏。OK， 所以你看啦，今天我准备了。哇，今天周末啊？没有，今天不是派红包，今天我要跟你玩游戏。我会把所有红包都在我们家里的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角落，然后要你去找，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找。里面最高一封里面有2000块。哇，这样多啊！啊，还有一封最低的是900块。然后这游戏就是看你所有你找到每一个红包，你就把它凑起来，找到了多少钱，我就给你多少钱。只有三次机会吧啊！然后我跟你讲，这个游戏很恶心的一个地方，不管你拿到多少钱也好，后面我还有给你抽三张东西，那他们是有翻倍，抽一半，或者是你拿你原本有的钱，那就看你自己的运气，天不黑了啊！所以现在我们就去藏，快点跟他们讲去藏，去藏。OK， 现在呢，我就要开始去藏我的红包了啊！我要先带我妈妈去密室里面先躲住先，哇，好像真的要做综艺节目这样哦。笑我了哦。 OK， 现在你呢就在房间里面躲住。 OK， 我躲好了，我敲门你还出来找，可以吗？ OK， okay， 来进去，拜拜拜拜。 OK， 现在就是我放红包的时候了。首先呢，我已经排好顺序了的，我会把最大封的呢，这一包2000块的，我会放在我们全家福的后面。我们这一个全家福，把它放在我们全家福后面，这个意义多大。旁边站在旁边。Okay， 就这样子。OK， 就这样。接下来就是这一个，我要藏在什么地方呢？啊，他们的结婚相册里面。给它容易一点的啦，聚焦的地方。然后放一个在爸爸的衣服，因为爸爸衣服有很多这种口袋耶。啊，楼上三个，楼下我再放。还没注意，我就放在这个锅这一边。你每次都煮饭的嘛，给你自己找啦。给，然后厕所也放一个啦，就塞一个在这边。OK， 最小的100块嘞，我就放在那边赚大钱。只是这个线索跟这边有点靠近哦，这边有一个2000块耶，就是有点紧张啊哦。哇，我吃那最后一封啊，我放哪里？那冰箱里面。OK， 就在那边了。把我躲的地方也是很飞一下的。现在我可以叫我妈开始来找了。走走走。满头大汗，拿一个东西，哇，刚刚是不是说？好了，躲完了。OK， 来。这个整个影片主角就是你啊！我给你选择，你要从楼上开始找还是楼下开始找？楼下比较好。OK， 来走下去楼下。哎，我看到了。啊？我看到了。OK， 来30分钟、okay. 开始。我看到了。应该是这边。你记哪了？记哪？哇，找到了一个。OK， 不要开钱，不要开钱，拿住，拿再继续找。红包袋这样子的地方怎样塞？因为你红色嘛，你红色的纸袋嘛，那不是的，这样大，没有的。可是你要懂得享用。不是来的。哇，刚刚笑到很开心哦，结果不是。找我的背。没
块就是有钱的嘛。杨。没有哩。好难呢，你暗示啦。OK， 你要暗示啊，来，给你暗示。他有几个红包都是躲在你每次都会喂饱我们的地方。哇，冲击快！藏在哪里哦？在哪找呢？找找看，看看一下。哇！哈哈哈找到哦！ Yes. 啊，找找一下。哈哈哈哈哈！就是你敢做啊！哎，这边应该没有吧？哦，对对对，冰箱就有，厕所口会不会有？不要放过。哎，没有了。哎！哇！哇，这你这很厉害。哇，很开心哦。现在你时间剩下十七分钟啊！我嘞，我要暗示嘞 ，please。OK， 来第二个暗示啊！你看很紧张的脸，听好啊，听清楚啊！你跟爸爸的结婚，听哪个字声音比较大的？你自己想。啊！快去楼上。没有啦，你好意思骗你哦？哇！哇，几开心！哇，你哇！很热、啊。可能还在老安里头吧。还有可能呐、啊！哇，一个一个 pocket check 哦，现在。出来呗！结婚照。哇，老豆年轻的时候啊，走过来看看你年轻这样好看的呗。当然啦。哇，还要秀，还要开给我们看哦哇！要暗示你还有一个还没有找到啊。爸爸的。哎呀，没讲完提示就给他找到另外一个啊！你看几开心笑到。你看到吗？现在的时间还剩下，本来是四分钟嘛，哎，知道吗？偶尔在家陪妈妈玩这种游戏也是很好玩一下的嘛。你看，过个难忘的母亲节。去外面。呀，结婚照啊！结婚照。啊。看到了。哇。现在剩下啊，还剩下一分钟。这是我，我是很热哎，拍了半个钟了哦，五点拍到现在已经五点八个字了啊。来，快点找，快点。还剩下十秒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！哈哈，我刚刚累到，哈哈，哇，一起开心就玩的话呢，帮你骂一下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你里面总共拿多少钱？给、okay, 来，请开先，一个一个开，两百，啊，两百，不错不错，啊，谢谢。哇，喊五百，喊到一千出来哦！一千啊，一百，一千啊，两百。啊，我还以为两千，我紧张一下嘞，两百。啊，五百呀、啊，不错不错。哇，五百。赞啊，赞你行啊！一万。啊，一百。再我们看一下我妈妈总共拿了多少钱？一千、千五、两千、两千三百。妈总共拿了两千三百。这还有命运啊！所以准备好了吗？给、okay. 张命，紧张哦！别来，三张命运。把手送了你。我怕的。我喜欢中间的，中间最 lucky 的 ，double double。要我开是你开？你开，我紧张。我妈妈会紧张啊。开
啊。OK， 如果你们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还有分享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，当当当当当。OK， 所以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妈咪，过来，这是一个彩蛋，你懂？还有一封最大封在哪里吗？早没有了。早没有了，来来来，我给你看，很有意义，过来。你看到我们一家人最珍贵的全家福吗？全家福啊，这边后面有一个。哎呀，要躲在这边啊。有这一封多少钱嘛？一开出来看。我会把这样的红包躲在全家福后面，一定是我的意义的。2000哎呦，这我没有找到。对了，就这样子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